哲、张震傻傻分不清楚。28日，邱泽、荣少华、严正国等人一同出席电影媒体探班，但焦点全在邱泽的新造型上。稍微晒黑了一点点，因为他平常去收账，那也稍微有跟国哥就是讨教了一下平常生活状况应该是不一样的。对，改变造型后的邱泽还自曝走在路上，不仅不会被认出，还一度吓坏路人呢。我们之前在高雄拍的时候，我就直接这样，然后穿一件背心，对，然后穿小打拖，然后因为那个时候身上的纹身是半身的那种，就穿着背心走到按摩店，玻璃门一推开，老板娘说。据说这是一部搞笑的黑帮片，加上邱泽特别的新造型，真的是期待度满点呐！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